然是软料轻飘飘，但是它的磅数够。接下来已经转为秋装比较凉了嘛，它的磅数跟一般的衬衫磅数不一样，它比一般的衬衫稍微厚一点点的磅数，但它还是凉的，还是冰的。我所谓的厚是磅数很重，不是衣服很厚，请大家不要误会。因为呢，这件穿下去绝对让你的肌肤冰凉的要命。再来呢，它的手袖你看超级好拉，完全不会卡在你的手上。长度呢，就是我们做了就是接下来秋装啊，就是大家比较会穿长裤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遮住就是肉肉的地方。然后侧面一样是做一个经典式的衬衫弧形，所以你在拍照的时候不会觉得整个人就是矮矮短短的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的扣子呢很漂亮的，它是做这一种也是有厚度的彩色贝壳扣。然后口袋是真的哦，这次这个口袋是真的。然后我觉得整件穿起来就是很修身很美，然后很白很洁白，这紫色真没话说，舒服好看显白，然后又是特别好，然后一样是有磅数，而且它料子真的很好，那个料子好到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，因为坊间在卖衬衫的人太多了，这衬衫真的透过直播看不出来它到底磅数跟面料好在哪里。